击败转机，但是苏老师在换超市。哦，这个我在飞机上尝一下，这个他们这儿的椰枣里面夹了这个裹着这个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甜腻。嗯。哦，我刚才在飞机上吃的就是这个。现榨果汁呢，那边有。还要吃两个冰的。就让它带着的微笑。这人是。好吃吗，苏老师？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咱说机场为什么会放这么轻快的音乐？嗯，庆祝到达吧。他这不应该放个那种瑜伽的音乐吗？吸一口气，是什么味道？我怕气喘。Hello, it's me. 啊？Quand tu briseras ta cage